雨天路超滑，骑士下九份山路滴滴隆大超车，没想到疑似车速太快，过弯时刹不住，车轮打滑左右晃，下秒爆冲，骑士骑上路边大石，连人带车翻车，骑士整个人头朝下翻落边坡。另外，在新北市板桥，同样天雨路滑，骑车不注意的还有这一对边骑车边摸腿、东摸西摸的恩爱小情侣。盲摸腿没注意看前方，撞翻三铁一家三口，两车五人雨天惨摔撞成一团，好在后方车辆刹车有刹住，否则恐怕五个人全程轮下亡魂。而在新北市新庄，则有骑士同样祸从天降，货车过弯，车顶意外撞掉一根大竹子，竹子拦腰折断，狠砸向路过骑士。落竹击中骑士胸口，还重心不稳大摔车，跌得全身伤，擦伤见血。另外，在台北市中正区中山南路，则有砂石车后车斗防尘装置疑似失灵，诡异升起，一上一下，升降两次，勾落电缆线，缠住砂石车动弹不得，阻碍交通，还大塞车。没想到驾驶脱困后，车开了就走，留下一地烂摊子给警察处理。记者姚一翔采访报道。